怎么把这个艰苦的时期度过的分享一下吧。哎呦，我岁数大了就没那么艰苦了，真的。就我岁数大了跟他不一样，他是觉得好像这小孩来太多。先生，我最后还想问一个问题，你老婆有多久没有笑过？我还有一个就是你老婆这个最近一次哭是在什么时候？在她回完她爸爸生日的时候，回完老家，然后我们俩吵架的那一次。哦，我就刚才突然想到一个特别，我一回想，我在这个整个节目里，他妻子没有笑过一回。啊，就当他抱他那一刻，那个眼泪是含在眼眶里的，正在掉下来。你可别最后让他变成麻木了，那就麻烦了啊！好好对他好吗？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谢谢。来，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时刻，各位。